吗？我转过去。啊，姑娘放心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这么晚你来我房间做什么？我只是想借姑娘的地方洗个澡而已呀。哼，淫贼，我们好心收留你，没想到你不安好心。哎，姑娘何必如此啊，我知道姑娘有意于我，所以特地前来向姑娘表白啊。我有意于你？哎，姑娘不要再欺骗自己了，我从无数次姑娘对我的微笑当中就已经看出来了，姑娘已经深深的爱上了我。不要再痴心妄想了，我意中的人一定是盖世英雄。实不相瞒，其实我从小就立志做盖世英雄，虽然功夫上没有太大建树，但是在另一方面的功夫上已是登峰造极呀。我是不会喜欢你的，休想！